就唱了首歌嘛。虽然小优我也很花痴凡凡，但见到李易峰、李政委的时候，哎呦，完全被小峰峰的亲民融化了，好吗？话说，怎么搞定男神，一直都是粉丝们倾其毕生精力研究的话题。小优我一个没忍住，脱口而出：小峰峰，你会娶粉丝吗？偶像找粉丝，对对对，哎呀呀呀呀，有看到有看到，很多。会不会考虑以后自己的另一半？随缘吧，这个都是缘分的问题。就是也不排除了。缘分啊，缘分到了，是谁不重要，只要大家真心的相爱，然后能够幸福的好好的过日子最重要。啊，所以峰峰啊，小优经常参加你发布会也算是近水楼台了。考虑考虑我呗，优酷全娱乐过日子我最拿手了，北京报道。